天桥底下来 play， 我是谢丽文。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跟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举行的夏商会今天登场，那么会中做出哪些决议，还有这场会面对两岸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今天我们会进一步的分析。焦点话题放上了 UDNTV 脸书粉丝团，也请您在话题当中留下的看法或者是提问。马上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联合报大陆中心的记者赖景宏。景宏您好。小丁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来看是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今天跟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举行了夏商会，这场会面我方争取很久的陆客中转依旧落空，大陆方面则是不断高分贝喊话和平交流，要尊重九二共识。握手微笑，看来友善的夏张正式会谈，谈了比预期还长的两个多小时，却没有多大收获。的确没有达到共识啊，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优化是有一点的空间，我想陆方对于这样的一个安排并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不管是陆客中转或贸互设办事处都得再协商，没进度。这趟没有明显战果能带回台，反而敏感的砍陆客议题，大陆有备而来。台南市啊，爆发了非常严重的登革热疫情，而且疫情还在发展，社会氛围啊高度政治化，大陆组团社会考虑自身的利益，游客也会考虑旅游环境和自身的权益。特别点名台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市长赖清德最近大谈台独言论，踩到北京红线。会议效果有限，但会前的致辞处处有弦外之音。外界对于后续两岸情势或有不同的解读跟看法，但当前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希望维持和平繁荣的台海现状，然双方的努力的成果如果难以为继，将会陷入围山九仞、功亏一篑的窘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立场。当前两岸关系处于重要节点，再次面临道路选择的问题。总统大选逼近，明年可能政党轮替，张志军刻意向台湾社会喊话，选择哪条路非常关键。夏立言则呼吁两岸平台不能断，变局进行式，两边字字珠玑，多了几分政治盘算。接下来的行程更是陆委会精心安排，特地走访一趟黄花岗72烈士之墓，这里是国父孙中山革命的重要转捩点，别具历史意义。夏立言也选择在这说出中华民国，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敬佩他们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然后呢，启动了日后的武昌起义，也造就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也就是中华民国。登陆在特定地点讲中华民国，这几乎成了陆委会主委向台湾观感交代的传统。但这次国内选战白热化，陆方台面下有没有释出更多政治讯息？台湾政坛高度关注。UDNTV 科室长朱启瑜广东报道。第二次夏商会没有取得太多共识，学者认为这回会面是为了会面而会面，更关注到了大陆以台湾进入选举热季跟台南登革热等理由，间接证实了可能会限缩陆客来台人数，这话似乎是有弦外之音。从游览车一一走下台北101前，常看得到不少陆客，但总统选前对岸传出可能减少陆客来台的消息，台湾首都市长反应很敏感。来，你哪个单位的？地方首长回避正面答案，胜选希望浓厚的民进党有感到地动山摇吗？到底有没有打压哈？这个让各界来这个解读。不过基本上台湾的选举到了以后啊，当然对岸往往会有一些政治化的动作。对岸在做这种事情，他们是系统思考的。这个猜测没有什么意义嘛？当然都希望，很多都希望影响选举了，那我这是台湾整体的利益嘛？而我想，这个两岸的议题应该站在台湾整体的利益跟我们台湾人民的尊严。跟利益来思考才对。绿营天王谨慎回应，就怕陆客减少，让全台旅游餐饮业者的选票对绿营造成压力。夏商二会，大陆国台办间接证实选前陆客减少不是谣言，但没有具体共识，夏商会为何而会？我觉得他的会就是为会而会了，大陆不愿意让他断掉，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就是，既然这个已经是一个两岸的一个互动平台，他希望能够持续下去。美中欧席会后的夏商会收获有限，反而成了对岸在总统选前向绿营和台湾选民隔空喊话的政治舞台。 UDNTV 胡锦顺、徐伟、李志刚台北报道。
这次下长会应该可以说是马政府执政期间最后一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我要接着请教景宏，帮大家整理一下，这次双方讨论的有几项是大家会觉得比较关注的、比较重要的议题。首先，我想是陆客中转。陆客中转，我们谈了快三年了，但是始终谈不下来。陆客中转，大陆一直都希望把它绑，跟海峡中线绑在一块儿。如何飞越海峡中线，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年从台湾到上海、北京转到欧美的旅客不少，但是却没不见大陆旅客到台湾来中转到纽澳或者是欧美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争取的。这是第一个题目。第二个题目是货贸，货贸是 ECFA 之后的后续谈判。在这个负面清单结束之后呢，我们台湾需要的是农工产品的降税，但是大陆却纠结于我们必须先出具产品清单，就是产品的产地证明，这个东西始终谈不下来。我们一直希望在今年年底货贸就能够结束谈判，但是看来是比较困难的。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海峡两会，就是海基会跟海协会互设办事处，台湾要同时在中国大陆的北京、上海、广州分别设办事处，而大陆要在台北设办事处，这中间的架构，双方有哪些法令是必须要遵循的，其实也谈得差不多了，但是因为卡住在我们台湾必须先通过两个法令，一个就是台湾派驻到大陆的机构的这个法案，另外一个是大陆派驻到台湾机构的法案，这个都必须要在立法院通过，这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下面来进行这两个法案的这个审议，所以我们台湾根本还没开始，所以大陆觉得谈了也白谈。再来就是两岸呢参与经济区域合作，这个联系机制，因为自从 TPP 也就是最近刚刚达成共识的这个跨太平洋这个伙伴协议 TPP 达成共识之后，这个变成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有老共作梗的话，台湾是应该是永远都进不去，包括大陆自己组合出来的 RECP，这个台湾想加入也非常困难，所以在今年五月的时候下章第一次会，当时我方就提出说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联系机制，对大陆也主动很 OK 可以谈，大陆愿意交换意见，不过我觉得这也是纸上谈兵，因为首先大陆要先进去，要先能够进入 TPP 或是 RECP， 然后他才看会不会同意台湾进入，这是最主要谈的几个问题。对，当然还有一个之前被台湾炒的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台胞证的问题，在这一次的下章会上，夏立言的确是向张志军提出严正的回应哈，就是以后像这种涉及到两岸人民的关系，这个权利的这种东西，必须要先知会我方，而且要有互相很好的沟通，否则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当然，他没有说什么负面的影响啊，没有针对这个到底这个晶片里头是不是有 GPS 定位，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对，做出批评。但是就是提出说，以后像这种重大事件，要两岸先沟通。不过像看起来说，刚刚讲到几个重要的议题，好像其实都没有什么结论，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对不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一次两岸的这个两岸事务部门首长会面啊，我觉得民众期待很高，因为首先这两个都是副外长出身，夏立言曾经做过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副部长，是，而张志军以前是中共的常务外交部的副部长，然后这样的一个组合，其实是大家像看是高手过招，但是事实上所能谈的非常有限，就像你刚刚讲的，双方为了这些题目其实以前在他们平常的日常联系机制里头已经谈过了，最重要就是看这次双方你有没有带来交换的条件，就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谈判早已经过了我要求你让利，这种过程已经完全结束了，在两岸在大概已经签了，就从2008到2012之后，你不再看到大陆会为台湾任何一个重大事情让步，而是你台湾拿什么东西来跟我换，我们举个例子，就像这个中转，就是大陆客中转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希望大陆能够开放让大陆民众到台湾来，对，结果大陆倒打你一耙，他说
当时不愿意大陆客到台湾来中转，是你们台湾自己设的规定呢、啊嗯？你们限制我们人数啊，嗯，所以我大陆到台湾去的民众必须先办一个入台证，嗯，叫大通证，就是大陆居民到台湾的通行证，嗯，然后再办一个入台证，是台湾发的入台证，嗯，必须要有两个证才能到台湾来旅游。可是台湾民众到大陆不要啊，就他不用台胞证，他直接拿 passport， 他也能够坐飞机中转啊，嗯，到上海中，因为他没有入境嘛，对对，那所以大陆就说你必须要把这个不合理的政策改掉，嗯嗯、大陆才有可能来，嗯，好，再来他进一步就要求他要直接飞越海峡中线，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飞大陆的直航飞机向北是先飞到日本的石垣岛。嗯，再从石垣岛切到左边去，从浙江进入中国大陆，嗯，再往北飞，飞北京，飞辽宁，飞郑州。嗯，像我上次从厦门回来，他不是直接飞越海峡中线到台北，嗯，他是先往南飞，先飞到这个闽粤，就是这个福建跟广东边境，嗯，然后再从澎湖的下方再飞到台湾，再从台湾的南方飞到北方，嗯。大陆要求直接飞，嗯，当然，台湾政府不会拿这个去换，因为这涉及到国安的考量，嗯，我们的军方一直非常非常的坚持这一点，这个飞越海峡中线是想都别想，嗯，啊，我们不会拿这个去跟大陆交换，但是大陆就觉得，那你没有东西来跟我换，那我当然就不给你过了，嗯，我觉得这个是。陆客中转的问题，症结点嘛，对不对？好，陆客中转，今天我们的确也把这个题目放上了脸书，我们来看看今天网友哪些留言。好，有些网友可能就是有点嘲讽揶揄啦，说太棒了，以后机场不会挤满一堆这个暴发户啦，看起来有点不是很，看起来有点不是很好这样子。他们会说，还有就批评国民党啊，心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另外也有人说，老公是要趁机占便宜啦。这个有一个网友写的比较多一点，还有分析了一下，他认为这次下葬会是纯粹宣示性的会议，然后因为认为民党胜选高，那么所以对岸不要让民进党割到尾。然后不愿陆客中转。那么另外呢，认为我们要查验护照啊，还有目的地签证。中共担心，中国大陆担心呢，会造成实质两国问题，因此把这个议题作为谈判筹码，希望我们可以这个让一些利益给他们。你自己怎么看这样网友的分析？我觉得这些都想太多了，因为其实陆客单这个中转非常非常单纯。我们现在想想看，陆客中转真正能够获利的，就只有那几家航空公司。嗯，而对台湾的意义来讲。它没有这个航权延远权的这种发展，嗯，它并不是说你陆客来了之后，你就有很多的商机，因为它只是在机场过境它就走了，对。而且你像现在以台湾的这个航权来说，能够跟它竞争的，就是大陆航空公司跟台湾航空公司比较起来，台湾比较有利基的，大概只有纽澳这个航线，连飞美国跟加拿大的航线，我们要能够吃到这块市场，都不太容易，除非你的价钱比大陆航空公司还要低，而且低的很多。所以我觉得其实陆客中转是一个公平，就是为什么我的旅客可以到你中国大陆去中转，而你的旅客不能到台湾来中转，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我们常常讲要对等嘛，要对等。那这个地方你既然不对等，就有我们争取的空间，并不单单只是造福这个航空公司而已。嗯，好，我们来看今天讨论议题，除了刚刚提到陆客中转，还有一个议题是一样也没有什么结论，是卡士台胞证的争议，因为其实已经开始实施了嘛。嗯，今天有表达一些，夏令有表达严正的我方的立场，不看来大陆方面好像轻描淡写的这样就带过去了。其实在昨天夏令言刚到这个广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直接就问饭桌上的这个张志军哦，就直接问他说：“那个台胞证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那个张志军的说法是说：“你去问问台商、台生、台胞，每一次座谈的时候都被提出来，而且他们都希望能够简化两岸通关的手续，所以现在台胞证已经不需要再拿去加签了，所以卡。”叫本是更为便利，所以他们是在想一个便利的措施。嗯，夏立言的说法是说，
只要是涉及这种两岸人民重要权利的这种事情，就必须要先知会我方，对，而且双方有一个良性的沟通，才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我觉得当然我们的说法也是很正面哈，只是我觉得对方都已经实施了，你也没有无力去改变这个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如果是从住在中国大陆常住150多万的台胞来看，这的确有其必要。以我们长期在中国大陆采访，你会发现台胞他没有办法凭本市的台胞证，去网络上订高铁票、订飞机票，不可以。你必须拿着你的台胞证去排队。经常高铁站里头不会用网络订票的，都是些农民工跟大妈大婶。然后你要跟他们一起排队，可能排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对不起，赖先生，没有票了。我们经常遇到这种事情，所以这的确造成台胞的不便。有了卡式台胞证之后，在号码上有一些改变，它可以直接进入这些网络终端，方便了台胞在出行的方便。不过，你的出行也充分的让中国大陆相关部门掌握，包括你去哪里搭高铁、搭飞机，你入住哪一个饭店，你去哪一个银行开哪一个户头，对，包括你什么时候从台湾过去，什么时候从台湾从大陆出来，都历历在目。我觉得这个是有好有坏的一面，不能完全说民进党所提的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大陆不尊重台湾，直接就宣布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大有问题的。他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好几次完全不经过台湾就一意孤行宣布自己政策，包括 M503 航线，包括第三批大陆开放陆客到台湾来自助游，包括邀请台湾国民党的老将老兵去参加阅兵，然后修改抗战史等等，不都是大陆自己想了就做吗？对，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也没有尊重台湾老百姓的需求。所以其实我觉得台胞证的事情，台湾后来有一些反应哈，是因为他正式实施，全面实施是9月21号，我看到各大报章都是头版头。其实我觉得该反应是早在6月份他们宣布的时候就该反应，而不是9月份全面实施再来反应。所以你觉得大陆方面他的态度转变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呢？我觉得其实是在3·18太阳花学运之后，国民党妥协，认为服贸可以重来，然后再来是要制定所谓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大陆就开始死心了，所以你会发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两岸两会除了谈了那个环保，跟那个相关有两项协议是刚签署的之外，其他没有谈成任何一项我方想谈成的重大事件，包括货贸，包括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两会互设办事处，还有包括争端机制的解决，ECFA 的后续谈判几乎止步不前，对，停摆了。这个是对，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我们当时其实跑两岸的记者都有这种的定论，就是说现在应该一直到马英九下台之前，两岸应该不会再签任何重大的协定了。好，不会再签重大协定，那我们看未来4年，如果真的我们说政党轮替，还有没有重大协定可以签订的空间呢？稍后我们会进一步分析。现场，我们今天看到夏章会，张志群今天有一些发言，看起来我们会说意有所指啦。对，特别提到9·2共识，特别有在这个着重这个强调这个部分，甚至还有讲到说，台南有登革热，然后台湾要选举了，所以陆客人数会减少。之前有传出说可能减少到95%，这次是个很大幅度，几乎就说你要把人卡住都不要来了。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含义呢？都是阿公啊的阴谋，应该也是变阳谋，大家都看得出来。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你看这一次夏章会，你要说他最大的共识，其实就是9·2共识，就一个已经无力再提9·2共识的国民党，跟一个不断想抓住9·2共识当作圣旨的共产党，双方一直是有共识，是9·2共识。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们这两个党并不笨哦，9·2共识其实是两岸协商谈判，正式协商谈判的政治基础，少了这个基础，就玩不下去。所以其实他说就是
选举到了，所以陆客会减少95%。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夸张，我不知道这个消息从哪来的，但是我相信这个不会是国台办白纸黑字去下的命令。嗯，其实我觉得大陆操作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的细腻啊、哦嗯。我们举个例子，香港今年的黄金周十一黄金周、嗯、是历来十年来最低的黄金周，只因为之前有战中，然后发生香港客跟水客之间的摩擦，大陆的舆论就慢慢的导引民众不要去香港旅游。嗯，其实他并没有官方下令、嗯、没有任何一张白纸黑字说不可以去香港、嗯、但是老百姓非常的清楚，摸清楚中央的脾气、嗯、你看之前跟日本的示威大游行的时候、嗯、没有一团去日本旅游、哦、嗯，这并不是说大陆你公开说不准去日本、嗯、没有啊。可是大陆民众非常清楚知道这个时候时局不好、嗯、别去一样的，马上就觉得哎，将来下是一个要搞台独的台湾政府，要上台了、嗯，那当然我们就不去支持台独喽。嗯，我觉得是大陆民众还有大陆的旅行社有这样的揣摩上意，嗯，并没有所谓的什么白纸黑字。我觉得国台办不会笨到，要下白纸黑字的命令哈、嗯。不过你说九二共识，其实今天看起来这个，张志军的确是话中有话，他说两岸关系发展走上不同的道路会有不同的结果，嗯，这个讲得很重啊、哦。然后这个马晓光他说把两岸和平发展比喻成大树，嗯，九二共识就是这个大树的根，把这个根砍掉，他不知道这个大树要怎么存活跟成长啊、嗯哦。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就说明了之后可能大家就会问他说，那这次下章会是不是成为绝响了、啊、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历史未来4年或8年如果是换党执政的话，有可能官方就停止交流了吗？对，因为他说九二共识是两岸事务部门主管的、嗯、协商的政治基础嘛，嗯，没有了这个政治基础，那两岸的主管部门还建什么建？嗯，就不需要官方不需要再建了、嗯、连海基会跟海协会的这种正式的协商管道也自然而然的终止。嗯，其实我觉得最近几个月老共已经不断的在警告、嗯、三月份习近平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嗯、大陆学者立刻把它衍生出邦交国会只剩下5个、嗯、然后海基会海协会的这个谈判终止，陆客不来，然后陆委会跟国台办的协商终止、嗯、等等，这个就叫地动山摇。嗯，然后五月份张志军访问金门，他说看起来路灯并不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两岸和平的可贵，它就像路灯，一旦路灯没有了，你就知道它的可贵了。嗯，好，然后到八月份他在两岸关系研讨会在长春，他又说九二共识的这个核心就是同属一中，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党都应该要做出正面的回答。所以你看他已经三番两次在这个地方做文章，九二共识成为跨不过去的门槛，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再强调九二共识并不是突然起义的哈，就这是他对台的一贯政策。或许台湾民众已经听到觉得已经是马耳边风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确是双方两岸的官方要能够坐下来谈、嗯、要有一个正式的协商管道，还非得这个基础不可，少了这个基础可能不要说这些官方管道没有，连我们原来的 ECFA 也可能就失败了、嗯、ICP 跟 TPP 我觉得台湾都不用再想。你怎么看？我们都说影响范围，如果是这样像那非常大，但是以现在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来看，他的做法会怎么做？如果真的是换成蔡英文执政了、要用各种方式让他就是要讲出我们承认九二共识这件事情吗？不容易。对，那双方真的就以后不交流了吗？能做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说最惨会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哈，如果是民进党上台，我觉得大陆会先看他的领导人有没有讲像阿扁那个时候的四不一没有，有没有政策性宣示，这么明确的一些表态是不是？然后可能会进入听其言观其言的所谓的观察期，在观察期可能就是冷冻期喽。嗯，然后在观察期如果发现民进党还是跟以前一样完全没有改变，那可能就会进入真正的这个
双方终止交往的这种事情。不，大陆有没有看台湾现在其实整个环境整个氛围都不一样了，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做会不会反而适得其反？我觉得大陆已经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们也做好最坏的打算。所以反正就是到时候就看选举结果了。对，好，今天非常谢谢。